来喽，来了两波，我那从上面就看得一清二楚，然后直接突袭，吓死他！哎，我放了，我放了，我放了！哇，放完回家啊！怎么是放完两秒钟你就可以反应了？救命啊！张力很高，张力很高，越跳越高，力量效果。谁？是我！哎，你直接死了！他有力量，他力量，我刚刚放宝石，他放宝石。我痛！慌死了！太蠢了吧，直接死、欸！那个是力量三还是力量四啊？力量四，两下就死了。那你搞嘞？哎呀，复活复活复活！没事，复活一下，复活一下。那你复活又被砍死了。不要打我了！我看看，箱子很多垫脚石。好，六十。我被打死了，我没钱了，我的天！不要打我啦！那我去炸一下嘛，我还可以再炸你们家，等我一下啦。他还不打爆你啊？等我去炸你们家，他还不用力一点。啊！等一下啦，被崩了啦，登起来了，矿洞有一个，崩了啦！哎，我挖到发现铁矿不会生在脚边，崩啊！啊，脚边，它只会生在头的方块那一个，跟脚底的方块那一个。悄悄玩回家爆炸了，懂了吗？你是不是对刚刚磕头怀恨在心？对，泱泱妹自杀坦克炸死。他都把牛排留给你了。我刚刚最后一秒的时候被杀死回来，我说啊，我要回去爆炸了。今天就这样子，呜呜呜，快乐呜，一定是算好的。小孩，是小孩，内销内销小心过去，有小屁孩等着。还有两只哦，三只，刚刚前面还有生。哇，生这么多啊！太多了吧，太会生了。身上生育率很高啊，真的。这种大屁股哎，都是大屁屁。我要去赚钱了，没钱啊，太垃圾了。没有，他那个是这里养的吧？哦，自己养，这里养的，养的，养起来。怎样？我就看他挖黄金，我就直接挖他走。用领养代替生育。哇塞！你这样子才会降低，不，才不好吧？哎呦，你这个他运气很差哎。你看什么？没有，这家里家里矿坑，家里爆掉。哦，那个是你那个杰瑞的吗？叫什么名字啊？不是那个，他们在我们这边。杰瑞的。看到就打了。好，我们这一个。哎，哪一个？小，他是白色的熊，是不是啊？有人打我吗？啊，来丢！发炮弹。哦，他自己想象，你要退？是的。木木，他是木木吗？哇，我们的矿洞也好复杂。对啊。木木。哦。哦。这件事情。我的钱要飞起来了。有人把我们家二楼挖掉。起飞喽！起飞时间是不是？哎呀！我等不到，我怕会被挖走，赶快挖！哦，没有没有，现在都是直接挖，他现在的那个变成是几率了，对吧？对，变成是几率会变多。对啊，所以我刚是我有人才冲下来，我会怕。哦。想留又怕挖掉。对啊。吓我一跳。一个投资，长太帅，我知道。投资有风险，有赚有赔。就怕对面会来害我赔钱。要看公开说明书喽。穷啊！那个小帮手有个穷啊，穷啊！晋级的巨人，晋级！哎，真的挖铁挖到有心得哎，挖到心得。铁不会，我不刚不是讲啊，铁不会生在腿旁边的方块，只会生在脚下，跟脸前面。所以它会生在脚下跟脸前面，不会生在第一个的位置。哦，我挖出心得了，所以歪歪要看脚。他们在弄我们的帐篷喽，因为他是挡我画面，很烦。有没有上面的可以放一下香香？好，炸很爽哎！他们用炸的，用炸的放香箱。箱子可能就没用啊，炸的就没有用。要去抵挡。
没事，没有穿。啊？没有穿？啊？说啥？一般来说不会讲出来吧？啊？穿什么？不是，我说游戏啦。哦，讲清楚啊！这是游戏啊，怎么了吗？怎么？他们一直在炸啊！快！注意一下，注意一下。力量我怕怕。哎、欸，他们也有那个、哦、我们直升机，直升机 要注意哦。好，已经在弄了，他们已经上去一个了。对，你们有叠书柜吗？书柜我买了，我买了，我买了。哈基买了，哈基买了。哎呦，他那个力量效果把我的盾牌打到爆了、啊！哇，好强哦！我是看错了吗？刚刚我叠到我们直升机上面，他自己摔死了。啊，有可能吓到了，别看到了，狡猾，这牛排吃不下去啊！好强啊，他怎么那么厉害啊？马上是，好厉害啊！剩五十秒啊，剩一下啊。OK， 啊，哎，快叠好了，叠好了，对对对对，化成牛排了，啊，化成牛排，化成牛排的形状，化成牛排，好的。啊，他们其他人又在用帐篷啦。小雨可以借个，嗯，十块吗？十五块了，要练习哦。十五块，嗯，待业吗？阿内有找我扣吗？哦，谁待业？我哇，谁待？我好像也待业了。待业啊，被雷劈了，全副的啊。哦，嗯，待我吸到了，炸哎，还炸，我吸到脚底。好，别人吸我，哇。哇，好亏！亏！隐形呢？亏爆！哇！快点时间！哇！赶快到！来中间，中间，中间！中间 ！Go go go！ 我要来！迷路了，迷路了！我们有三个人走错地方！哎，钱又要没了！啊！恶魔吉亚啦！谁呀？魔吉亚！什么吉亚啦？哇！对面直接把吉亚。哇，卢米这样也太赚了吧！对啊，天哪，天哪，天哪，看上面，下面上，好爽啊！这么开心，这么开心啊！卢米分我一点，他们好，肢体姐，等一下，他们几乎都在中间，他们失明了，他们失明了，红队，红队国王，他们现在失明了，好，好 ，OK， 来来来来，我来附个魔好了，哎，不不不不，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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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哈基这边，哈基这边，哎、欸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嘿，这边有，是不是又想炸帐篷啊？你不要再炸了。哎，有钱，有钱，有钱。哎、欸，又在炸，他们很爱炸帐篷哎、欸。嗯，哎、欸，小朋友，路过挖小雨的黄金。我操，这个问穷哎，为什么他连这个？为什么你们都看到？红田也要炸。Jerry 贪心，很坏哎、欸！哦，农田，对啊，农田二十分，他们也要。不要。然后哎、欸，门口超多人哦，家里要小心哦。好啊。有一个来到我们家了，两三个，三个人。帐篷又被拆了。二楼，二楼，两楼。需要外面需要站出来。我在二楼，二楼，二楼需要帮忙。哎、欸，我这我全走了。附魔台，附魔台。哎、欸，附魔台没了，爆了。对他们这一直攻陷进来、啊、我们帐篷也一直被炸。酱油人都来了，你不要再挑了。全没了，全没了。哦、没有，我在卖那个。啊、又力量，又力量了。哦，是他啦。哎、欸。还跑？酱油进来了，不要再玩了。不是玩啦、啊。没有，我在把。一样啦。国王小心哦，国王你怎么跑？国王我来了。不要不要，那边有力量，那边有力量的。有力量的，一个是。箱子呢？就刚有人用技能，好好好，小心。我开，我开。嗯，不给附魔的钱都给你们，我把全部都给你。哇，你钱太多了吧？我就把我全部的钱都拿出来了。好，我去弄个附魔台。有发光吗？他们又来了。不要买太多，我这边是三个。嗯。我花钱放箱子里 ，Terry 系人是不是？没有那个那个，你们自己也可以花。他们这个是一团苦的过来，我们要忍住。我们放无数的钱钱。OK OK。书柜我买吗？我买啊。我是三个，你只要买一点点就好。我这边也是三个哦，可以先简单堆叠。多的我放里面。好，先放着，反正我觉得至少会掉。掉三次。哎哎，附近有人，附近有人，有人。
哎，不是啦，这个人 Terry 啦 Terry 啊，来楼下 Terry 过去 Terry 下去 Terry 好，你怎么了？呼吸呼吸，来吸吸吐吸，我又被吐哦，你按到了，自己人。间谍，说到间谍投他，投他，你投啊，你有输啊，哎呦，痛！不是故意把那个煎苹果给别人的，不要傻了，你要把它给别人。好，好像我们加完了，哇，我们这边太惨，他们家父母台也炸了吧？他们父母台已经被我炸过一，对，平没有平台了。哇哦，好。他们家屋顶是透天的，我可以直接在上面看，好爽哦！你这样偷窥人家，对呀、啊，好害羞哦。他们家有三十等哦，還是還是他们家有三十等的，有人，哎、欸，有人 ，Siri 出来喽、啊欸！没事，哎、欸、，Siri 再去炸，这样都听得到，真的。我们的帐篷刚刚掉了一波喽、啊！没有没有没有，刚刚那个掉的是对面的，我刚炸对面的啊！哎、啊，我刚刚炸对面的，我再多放几。哎、欸，我的帽子被你吸走了，丢掉了，丢掉了，你丢掉了，把我丢掉，妈哎！我哪有附魔台、哦？你到底是想干嘛？不能附魔，妈！我说了，不能附魔，不能附魔。那、啊、我死了。你那也是 QQ 干嘛啦？不好！疑似宜家洋洋，不是他们现在两个人在这里哦。有了，Switch， 好，好多石头，好可怕！啊，这个是可以拿去换钱的，真的，可以换钱。啊，他跑走了，没事没事，对我有基础小附魔了，炸弹哦炸弹哦，没事没事。后面那个。我的剑被你吸走了，有我、啊，我靠，他国王哎、欸，凶啊！队友直接炸他哎、欸，对啊，这个完全不帮的、欸，他们好扯、喔。哇，这样哎、欸，你那走太过去我不会打、喔。我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没有，撞他撞他撞，误会是。對哇，哎、欸，我们这国可能是叛乱。来啦来啦，尖刺二给你，尖刺二。来来来OK， 尖、哦、刺二对不对？哦，对对对，刺二。哦，那武器跟弓也可以先弄啊。我这边也只有锋利一而已。我在牵制他们。哦，下去。又在炸、啊。你们在买什么啊？手榴弹吗？嘣。对。哇。是哦，赚钱赚钱。赚。好少、哦，他太穷，他太穷了。到底是多想炸这个啊？叠的石头，哇，没有用。那会越来越难炸。对啊。等到他那个下面地板都没了之后，就更难炸。嗯。你给我叠保护爆炸保护给你。哎，一堆手榴弹。他可以叠爆炸保护不能啊？还是你要穿爆炸保护式的？好。还有那爆炸保护室还蛮厉害的。OK， 那这个先。再丢，不要一直丢啊！丢完了。丢，哎，丢嘞！啊，什么东西？丢，拜拜！我找到了，有你嘞！丢，嘣！到哪里了？到哪里了？丢！哎，发光。他竟然要把他推我弟！哎、欸、哎，他、欸、不、啊、自己摔下去哦，痛！哦，我看他在后面追着你跑、哦。他们附魔台有在打吗？他们附魔台还是空的，附魔台还是空的。好，那我就不去了。哎、欸，中间有一个人。啦，这里，我来帮你。这里抓不到那个。哎、你，那是你力量还是他力量？我。想不到一力量就死。浪费！我要继续牵制他们。他到底多想要炸那个？他们很喜欢炸堡垒耶。那才五十分，没关系。
你怎么说越炸越难？啊，你怎么了？摔下去、啊！你是脚滑滑的哦，对，脚滑，脚滑滑，脚滑滑，脚滑了，脚滑滑，嗯，很滑很滑，滑起来，脚滑滑。哎，箱子里的东西是可以拿的吗？你不是蠢蛋，可以，你是说装备跟那个吗？你不是蠢蛋，你说装备跟剑吗？巧克力，反正你说装备跟剑啊，强势无限火焰给你。哇，你太猛了！哇哇，你太 beautiful 啦！哇，今天好 beautiful！ 今天好 beautiful， 只有今天是吧？感觉有刺人的，所以今天之外再看看你是不是炸死一个啦！酱油。我没讲酱油新生，你这样你会变酱油新生。等一下，我这是在复苏，哎、欸，我一次挖到两个金砖，很好。哎呦，赚翻了！哎呦，赚这么赚，说这种话还可以这样子赚。我靠！我靠！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我走了，我走了哈，拜拜。啊，得先赌一下，呀呀。让他们嗨起来，嗨起来！嗯，一个啊，扣分，思明，哇、哦，爽啊！哦，下面快要那个200块钱，嗯，可以去拿，看有人很靠近，嗯，不是你，哦，不是你，不是你，没事，我说，我说，这样你就直接去那最底下了，好，我去。好中间下面有准备要的钱啦。好、欸，有没有牛排？没有牛排。